节目一直今天我自个儿。哎，你手切的最快，赶紧切。行，挺好。来来来，你上跟前我看一下吧。你给我比一个刚才的人家那种造型，转转那头来。我跟谁转？跟大哥转。再转，转过来，看一下，身体就往这么转。身体，对，这边摆上去。对。保温大又上手了，又没控制住。还是说这玩意怎么了？咱仨也没事，你打完了我们就来了。哎，你不用了，打个电话就走了。哇，今天就没办法，他怕跟我怕他跟司机一直走了，是吧？我觉得梦哥跟那个司机似的，是到时候来了。不是，等你们的时候。对，哎，这主持人有司仪了，有司仪了。等我们那啥的时候不花钱了。今天你那个，我跟你说，我不花钱了，是不是？当然，我嫂子口才嘎嘎的。说不定怎么就懒人，我敢说呀，我这不是，哎呀妈，这就是介绍墙，这不是对联，这不是对联，来来来，你给我，你给我啊，这你问吧，这不是对联吗？哥呀，你咋想的？不是天书吧？哎呦我的妈，亮哥太有才了，亮哥说这拉花是对联。亮哥问一下，亮哥，你结婚那时候你咋写的？不是，我家有对联，然后有那个。你家对联这样式的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哎呦我的妈！我当时是完事了，大概是2002年的。没有，2002年可能是90年，我这孩子等比我大一些。再来一回你就知道了。咱说乐哥，你也别隔人动手了，有人，咱有人。意思是两只手，你两只手，先把帽撕下来。对，你要不能还行，刚哥真像样哈，这偷摸干活，这偷摸干活。我们结婚了，就在你看不到的地方。锅里烀的肉啊，一会儿这个肉啊，我就管着啥都别说。你好好干，你干不好今天就揍你。今天我大爷家可热闹了，哎呀，屋里屋外呀，全都是人呢。外边呢，都在那玩呢，有说有笑的。今天呢，主要就是，还是天日子嘛，把屋里的那个灯啊，什么都挂上了，气球啊，还有彩灯，全都整上了，有了结婚的气氛。好了，朋友们，咱这期视频就到这了，明天就是正日子了，希望大家在这里给我评论一下，祝我哥和我嫂子新婚快乐，拜拜了。